黄嘉文呢日就拍住吴天佑一齐为流行都市进行录影，唔经唔觉，嘉文而家入主持班底已经3个月，佢都话已经越嚟越习惯啦。我觉得越嚟越习惯，同埋都同大家熟落咗咧，系即系火花会多好多咯，系啊，即系不经不觉啊，咁就3个月咯。系，不过呢几个月我系比較接觸多咗 Carmen 嘅，就你講下點啊？覺得真係名副其實嘅香港小姐啊，美麗智慧並重。哇！平時都唔係咁樣讚我。之前有冇合作過咧？之前冇啊，冇啊，係啊。咁而家就 friend 咗啦。係啊係啊，成日都答佢啊。同埋我哋都多出去做外景嘅，都有啲譬如打下波係嘛？有冇打波嚟？打太強，打太強，即係做下啲運動，又做瑜伽咁樣咯。我哋其實呢個節目係好多嘢玩嘅，即係前排我又去咗玩劍擊啦，跟住又有得玩係啦瑜伽啊，或者係重撥啊，乜嘢都有，即係咩都得學咯。仲係最緊要係要學咩啊？即係學煮嘢食啊嘛，每日都學，即係學煮嘢食，同埋仲有啲好好食嘅餸菜可以試到。Carmen 講得好興奮，真係證明真係好神，你好似冇乜反應啊！唔係，因為始終咧，比起嘅話咧，我都成日同佢講話，佢嚟咗之後咧，我就唔係新人啦。係啦，本身佢係新人，佢做咗好耐新人，跟住而家我做新人啦。作為節目資歷最淺嘅新人 ，Carmen 平時有冇向前輩請教下主持技巧咧？點樣做得好啲？天佑哥，天佑哥點樣可以做得？咁會問我，你諗下，我哋成個節目咁多前輩喺度問，都未輪到我啦。我仲係學習當中嚟嘅。我成日都跟大王學習㗎，係咪啊？大王要跟，一定跟大王。係啊，大王轉數好快啦，同埋佢係咩都兜到，好犀利嘅。係啊，你會唔會覺得而家即係上咗呢個節目咧，你可能講嘢咧快咗，或者唔係快咗 ，sorry， 好似轉數快咗。會，因為即係冇咁緊張咯，因為你每日都喺度練習咧。我係冇咁緊張，可能以前會覺得一句對白你都會自己喺度練好耐啊。咁而家我反而覺得係真係做主持好玩嘅，就係可以做自己啦，加入好多自己元素入去啦。所以我覺得係好有挑戰性，好好玩咯。雖然距離中秋仲有一段時間，不過 Carmen 同天佑都已經有 plan 定到時要點過節啦。中秋節因為我屋企人都唔喺香港，所以應該好大機會都同我啲朋友食下月餅啊，上下月啊咁樣咯，所以都好掛住屋企人啊。今年中秋節都係同屋企人食飯咯，但係咧其實好特別，我記得咧我哋早幾日咧錄影嗰陣時咧，我哋廚藝專家咧寶哥咧教佢竟然親手整咗個月餅喎，由零開始去做一個月餅，咁我哋試食嗰陣時，哇真係好神奇喎，好好食喎，其實月餅非常之難整，你哋有冇試過整啊？我有試過整嘅，都係做義工嘅時候咧，即係學整月餅送俾嗰啲單親家庭啊咁樣，所以都好好玩咯，覺得。